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超强超强的一件荷叶的上衣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穿起来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它是带有点棉麻料质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我穿起来就是有点挺挺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胸的前面呢是做一个绑带的设计哦，就是它有造型的感觉，造型的设计。那里面可以搭一个小可爱，然后腰的地方呢，它弹性非常大，给大家看就是它完全是可以拉到这么宽的，有没有？是完全不分尺码，通通都可以穿，超级大，小孕妇妈咪也可以穿。好，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缩腰身的，就是其实如果自己穿的话，就像这样，可以绑紧的，就会有腰身的感觉。然后它会有点抓皱，自然皱褶的感觉，就会很修饰你的小腹。然后里面搭一个蕾丝安全裤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不丑，它整件超级仙女的感觉，因为白色的设计超好看。然后简单搭一个。Thank you.